从现在开始呢，我都要叫你德让哥哥。皇后是君，我为臣。我这一生最看重家国儿子，如今为了国，恐怕顾不得家了。早在咱们姐妹三人嫁给太子席三之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。 一生一世，都是耗尽的。如果我辜负的那个人是你呢？说什么都是为了大辽的未来。臣自当鞠躬尽瘁，失去了亲情，给我杀！换了你的尊严。 我的可安宁，义不复存。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我要想保护好你，保护好大辽的百姓，我们人都已经够吃了，就必须要彻底忘记以前那个无忧无虑、任性妄为的萧炎炎。 成为一个强大的皇后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楼阁玲珑乌云。